环球传播，以贴近时代的传播平台，传递爱与关怀，点亮每一颗心。在听节目的朋友，你好。河南一名女性历史教师疑似在网课时遭遇网络暴力之后，心脏病发猝死。施暴者还不是学生，而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。中国新兴乱象，网络爆破，网课爆破，指的是学员将教室链接泄露出去，爆破手进入直播间语音谩骂，播歌刷屏，或者播放淫秽视频，破坏在线 online 教学的秩序。爆破手多是熟门熟路的学生，成功干扰课程进行就能够拿钱，最低价只需要3元。爆破群组成员说，都是玩的，纯属娱乐呀。去世的教师在11月初火化，女儿透露母亲已经遭受网暴半个多月。她写道，10月28日晚的那场直播，凶手变本加厉，用各种恶劣下作的手段扰乱直播课堂秩序。不过我妈妈的再三劝阻和维持纪律，前后通过语音辱骂、共享屏幕、干扰课件、投屏等多种方式再三刺激我妈妈，最终我妈妈情绪激动落泪退出了直播课堂。我再次收到妈妈的消息已经是2天之后了，我妈妈因心梗去世，独自死在家中。这个噩耗我和妹妹都无法接受。此前包括青海、兰州在内，全国多处的在线教室都曾传出爆破事件。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加入了一个网课入侵群，发现成员以00后居多，男性占比超过70%。进群之后的3分钟内，群里就更新了5条网络会议号，传来了2条爆破成功的消息。2条爆破成功的消息意似几近于时，那几分钟内又有2名教师的热心碎了一地。热点酷说，宋朝有位进士叫做杨时，他的学问事业皆有所成，40岁的时候已经跻身天下名流，求学问道的态度却不减年少。他的老师程颢辞世之后，他便想到转投诗书程颐门下继续求学。他能够放下高官厚禄一心走学术路线，第一当然是理学士圣，学了于人品于事业都有好处，第二则是知道老师有本事，而且还够热心，愿意传授本事。城门立雪那一天是900年前的事了。杨时和老友游坐动身到洛阳拜访程宅，见老师坐着打盹，2个40岁的中年男人居然不敢轻举妄动，便双双站着，任风雪轻轻地覆盖下来。就是这么镜前的一站，把3位人生胜利组站出了青史留名。他们都是理学泰斗，文章里的哲思深奥玄秘，但人们却能知道那些都是真实的好道理，因为他们已经用最简单的行为不假思索地呈现出来了。说到宋朝，那最受欢迎的苏东坡，原来其高贵可爱的性格与母亲热心的养育方式很有关系。苏轼年少的时候读《后汉书》，宦官时常侍，这个宦官呢作乱，忠义之士无不受苦。文士范滂这个人性格耿介，成了第一批的殉国的烈士。苏轼便和母亲说，长大了想成为范滂，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的蜕变关键岔路，那就是男孩子由心而发的敬仰忠肝义胆，也确实有机会养成忠肝义胆。
为人父母固然不希望见到孩子殉道、殉难、殉国，但是生死抉择不远，性格的根基、安全感、支持感、希望感、信任感，这些抉择才近在眼前。苏轼的母亲智慧地说：“哎，如果你打算成为范滂，我又何尝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？”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如果你打算成为导演，我就为你开始读电影专书，陪你聊影剧术语，成为一个能养出导演的母亲。如果你打算成为球员，我就为你开始研究运动，带你入场观赛，成为一个能养出球员的母亲。如果你打算成为爱国志士，我就努力为你成为一个勇敢、慷慨、以大义为先的母亲。生死抉择确实不远，而这样的对话足以令少年苏轼获得珍贵无价的自信心。是的，远在千年前灿烂的宋朝，曾经在长幼尊卑的表面之下，是长辈和尊贤的古道热肠，令幼小者和卑微者备受保护鼓励，是长者一礼一礼的筑路，一字一句的身教，令新青年活出超拔典范。双亲和师长两种角色经常摆在一起，他们相同的地方不是好管闲事、好为人师、滔滔不绝，而是他们都说：“成功在你，不必在我。”他们都足够热心。那么热心这个词儿，虽然近代才有，但是倒推回去也能说清许多的历史轨迹，是出色的年轻人看懂了长辈的热心，因此出色的年轻人真心敬虔。现代年轻人却用纯属娱乐的理由把热心给击碎了。击碎了别人的热心，有可能弥补吗？或许可以。号称是王尔德写的最好的故事之一，《大鱼人和他的灵魂》，哎，大意是大鱼人爱上了人鱼，不顾阻拦，放弃了灵魂，投身于海底，与人鱼共同生活。没有想到，灵魂在故事里失去了主人后，似乎成了反派。每年回到海边，千方百计诱惑大鱼人上岸，直到第三年，灵魂成功了。大鱼人为了一名拥有双脚的少女而离开海底，人鱼因此心碎而死。大鱼人发现之后，随即也懊丧心碎。而在这悔悟的一刻，心因为充满爱而碎裂的时候，灵魂就找到一个入口进去了，他好像以前一样的跟他成为一体了。诱惑、作恶的灵魂原来不是真正的反派，他想讨回主人的爱，而直到大鱼人露出心的缝隙，就是心里的这个缝隙呀，灵魂便与他重新合而为一。这么说来，作恶的不一定是永恒的反派，或许在心头重新充满后悔、充满歉意、充满坦诚的爱的一刻，灵魂便有机会重新合而为一。悲剧发生，提醒我们，热心的老师值得全社会的珍惜和爱护，那些迷失方向的年轻的心也需要一个契机，寻回自己的灵魂。马太福音十章有些经文怎么说？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，我们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环球传播.org。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，祝福更多家人朋友。
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，我们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环球传播.org。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，祝福更多家人朋友。